江西的南昌要打响元宇宙的第一枪，上海呢要确保 Web3 发生在上海，宝鸡呢要打造一个西北的元宇宙第一城，厦门呢要打造元宇宙生态样板城市，就连山东的潍坊都要打造元宇宙技术创新与产业之都。对待元宇宙的态度，各地政府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呢，他们先占领一个舆论高地再说。我是华小二，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咱们来梳理一下各个地方政府的元宇宙政策。在了解政策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这张图。不管这个政策文件它是洋洋洒洒再多文字，都脱离不了这个框架。第一个就是基础设施，类似芯片了、操作系统了、 GPU 了、网络了、云线人了等等，都是这些。第二点呢，就是技术工具，类似这种 3D 工具、数字人技术、可穿戴设备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平台应用，类似这种元宇宙的工具或者这个元宇宙的应用场景了。有了前三个这个基础的东西呢，才会有第四个这个内容产业，也就是我们广大芸芸众生能够参与进去的，包括这种文旅了、农业了、教育了、医疗了等等这种产业的元宇宙化。这些呢，都是和我们个人息息相关的，也正是有这种内容产业的发达和兴起，整个产业元宇宙才会起来的。首先啊，咱们必须得先说广州了。广州政策的核心呢，就是给钱给钱给钱，豪横的亚皮。你就比如广州南沙新区推动元宇宙生态发展措施中提出啊，对的元宇宙科研平台啊，最高给2亿元的资金支持，元宇宙领域的新兴这种研发机构呢，给1亿元的补助，元宇宙关键技术的单个项目呢，给1000万的技术支持。广州市类似黄浦区开发区促进元宇宙创新管理办法中提出啊，元宇宙专精特新这种企业给予100万的这种租房补贴，500万的这个办公房贴。这些条件呢，无不体现了这是地主家儿子这种有钱的气势。在北京啊，是比较早的提出元宇宙规划的，在2022年3月份的时候就提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元宇宙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2到2024年，这也是比较详细的提出了一些具体化的目标，就比如用3年的时间打造一个城市副中心，以文旅为特色的一个元宇宙示范区，引进100家以上的这种元宇宙企业了，还要建30个以上的元宇宙的典型场景了，同时也比较明确了提出这种元宇宙场景的分类，就比如这个数字设计、数字人、MR 这种混合现实、数字艺术、元宇宙文旅、元宇宙城市、元宇宙消费、元宇宙教育等等场景。这其实也对应了这个北京要建立这种文化中心的这个优势，而且北京副中心呢本身就在建设这类似张家湾设计小镇、台湖演艺小镇，还有通州这种艺术中心等等。副中心本身又是一个新建的，很容易符合这种元宇宙城市的这种理念。元宇宙教育那就更不用说了，北京最不缺的就是教育资源了。在这些政策里面呢，相对比较详细的有落地方案的，是有北京的、上海的、湖北的、河南的、四川的和浙江的方案。因为浙江的这个方案呢，它发表的是比较晚的，内容也比较详尽的，所以呢，我们就来详细分析一下这个浙江的元宇宙政策是如何布局的，也看看我们自己是如何才能够切入进来。第一个板块呢，就是要做这种创新协同攻关行动，包括这种加快元平台的建设，强化元技术的前沿技术攻关，创新元企业的梯队培育等等。总的来说啊，他们就是要建一个产学研一体化的这种元宇宙布局。第二个板块呢，相对务实很多了，它是强调这种产业链的这种补链、强链的这种行动，里面包括了夯实元宇宙基础设施的底座，打造元终端这种产品矩阵，健全这种元软件的链条服务。实际上就是从底层的基础设施到元宇宙的入口以及元宇宙的应用，要做一个全链条的建设。相对于第一条呢，第二条它会务实了很多。当然你说基础设施是很重要的，入口那是更重要的。咱们就举个例子来说吧，首先是 PC 时代，你像我们的入口是电脑和操作系统，对吧？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没有意识呢，用起来都比较费劲，别说研发这种入口了。第二个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入口就是浏览器，直到现在呢，国内还没有搞出一个像样的浏览器，都是这种骗补贴的浏览器倒是要不少了。第三个就是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呢，它的入口是智能手机和 APP， 这点呢，我们有这种阿里、腾讯、字节、华为、小米这些企业占领了一定的这种制高地，不有这种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网购这种中国新的四大发明之说呢，其中三个都是这种 APP 相关的，享受到了这个入口的红利呢，元宇宙这一波呢肯定也不能够错过了。其实元宇宙这种入口表象就是这种操作系统 XR 还有可穿戴的智能设备、数字人等等，底层呢其实就是 5G 6G 了、云渲染了，包括类似的 Unity 英伟达这种 Oliverse 这样的技术平台工具等等。第三个板块呢，
就是消费场景的提升行动，其中包括了打造原零售的消费空间，推动原文旅的融合发展，提供这种原办公多样性，还有这种原教育的应用服务，主要呢就是建设和推动原生的元宇宙数字化的服务，就是说元宇宙中的场景，元宇宙中消费，这个就是元宇宙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数字原生。元宇宙的娱乐、消费、办公、教育，这些本身呢都是可以转到线上的，无非是通过元宇宙提供了更为沉浸化的服务。你就比如用半本书来介绍类似这种人体器官的结构了等等了，还不如一个 VR 或者 AR 的形式让学生能够直观的感受来得快呢。第四个板块呢就是实体经济赋能行动，其实包括这种原制造的融合赋能，探索原医疗的应用场景，集成原城市的综合应用等等。因为我们国家呢还是以实业立国的这种为本，所以呢元宇宙就不能够纯虚拟化的，要带动这种实体经济的发展。你就比如类似这种特斯拉了、奔驰、宝马了，汽车都有自己的这种数字汽车工厂，也就是数字孪生技术。其实这里的数字孪生呢不只只是数字仿真，他们会把汽车零件的类似这种强度、韧性、传感器的灵敏度、热传导的性能等等都与数字的技术还原出来，以此来指导这种新车的研发。其次呢，在规划中还提到了元宇宙在城市综合中的应用。近些年来呢，类似这种汶川地震啦、郑州水灾啦、南方雪灾啦、台风灾害啦等等，给城市和居民都带来很大这种损失。通过元宇宙这种高仿真的技术，我们可以全面的进行一些演练。你就比如我在映秀元宇宙这个项目中，给他们建议说，面对地震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但面对元宇宙的地震，我们能够在现实中找到逃命的那一次，这个就是这种元宇宙的社会意义了。第五个板块呢，就是这种数字空间的治理行动，其中包括了这种元空间的治理规则，强化元数据的开发利用，推动元社区的全球开源了等等。其实作为一个行业老炮都知道，我们国内的数字藏品还处于这种灰色的领域。数字藏品呢，其实就相当于元宇宙的最底层的资产，如果不解决这最底层的问题呢，其实元宇宙本身就是一个空谈，它形成不了一个良好的一个经济系统。所以如何合规、合理、合法的流转交易这种元宇宙的资产，这点是相当重要的。其次呢，就是国内大部分还使用的就是联盟链，而海外使用的是公链，这就需要实现这种无壁化的打通国内和海外这种通路，实现这种元宇宙的资产海内外的互通，能够搭建更大的这种元宇宙生态系统。其他的呢，重庆在2022年4月份的时候发布了渝北区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2到2024，要打造一个元宇宙先导试验区和元宇宙的生态产业园。辽宁呢，在2022年6月份的时候发布了沈阳市和平区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天津也发布了关于加快元宇宙刻不容缓的推进我市数字文旅产业的发展建议，围绕的这数字文旅给了6点意见。但是天津啊，它也不是一个旅游城市啊，怎么在这里发力了呢？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湖南湘江新区促进元宇宙产业发展实施意见也发布了。河南在2022年9月时候发布了河南省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2到2025，这个呢是在北京这个政策上细化了很多具体的目标，类似在2025年呢，产业规模要达到300亿元，建成10个技术创新平台，500家中小企业，同时也提出了发展类似工业元宇宙、能源元宇宙、文旅元宇宙、教育元宇宙、数字人元宇宙、城市元宇宙等等。四川呢，在2022年11月份的时候发布了成都培育元宇宙产业行动方案2022到2025，这个也是相对是比较具体了，他们提出了打造这种原场景、原消费、原医疗、原教育、原文旅、原娱乐、原融城、原公园等等这种应用场景。包括呢，西藏在2022年7月份呢，也提出了西藏元宇宙建设方案，要建设一个元宇宙智库、一个元宇宙的研究院、一个元宇宙的科研平台、一个元宇宙的产业基金、一个元宇宙产业园等5个亿的西藏元宇宙实施路径。在2022年12月份的时候，宝鸡发布了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3到2026，明确提出了要打造西北元宇宙第一城。同月呢，潍坊市也提出了打造元宇宙技术与产业之都的行动计划2022到2026，提出了潍坊要全力打造一个技术创新与产业之都。其实呢，包括香港、上海、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湖北、河北、贵州、黑龙江等等省份纷纷提出了元宇宙发展规划。这里值得一提呢，就是上海的元宇宙发展策略呢被写入了上海数字经济发展的“十四五”规划里面。规划里面还提出了全力要探索一个 NFT 的交易平台，这在所有政策里面是力度最大，也是表现的最为前沿的。当然了，这要除了香港之外啊，香港在2022年10月份的时候提出了香港虚拟资产
发展的政策宣言，明确的提出了支持虚拟资产、加密货币、Web3 等等的应用。这个呢，在12月份的时候，港交所上还上线了以比特币、以太坊为底层的这个 ETF 基金，是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前面呢，我用两期视频来分享了香港的一个政策。那么呢，我们再回头看看这张图，基础设施和技术工具，这都算是元宇宙的底层架构了。作为屌丝呢，是很难参与进去的。对于中小企业和个人来讲，能参与的就是平台应用和内容产业了。这在大的政策的指导下，结合自己自身的一些特点，可以参与到这种纯原生的数字内容，或者结合实体经济以虚代实的这种元宇宙产业中来。所谓的原生的元宇宙，就是元宇宙的场景，元宇宙消费。就比如这个置景碧鸿天马行空这个项目，就是原生的元宇宙项目。映秀小镇的这种农文旅的元宇宙，就是以虚代实的结合当地的实体经济的这种元宇宙项目。如果你还 get 不到点，我的产业元宇宙课程会将海外的类似这种文旅、农文旅、教育、文娱、消费、医疗等等元宇宙的案例呢，进行拆解并分析给大家。这样呢，就让大家能够更快速的如何落地到国内的元宇宙项目建设中去，以及说这种国内元宇宙项目建设的这种实施的路径和链路等等，尽可能的让你在参与元宇宙建设的过程中少走弯路。我是华小二，点赞关注，祝福大家在2023年的元宇宙道路上越走越精彩。